现在如果这个核电厂盖下去，已经这个卡在那边之后，不只是买到那个卡到天王，而且还会卡到所有农业的发展。这个核能发展的后续的状况，不只是核废料无法处理，更糟糕的是附近的这个整个生态都会被破坏。我们不用在这个地方想说要去发展什么 GMO 这些机改食品，核电一旦发生问题之后，所有的生态就已经自动变成机改食品了，所以我们不希望这个状况发生，大家说对不对？所以现在我们站出来，就是希望说核电在这个地方到此为止，我们回到我们的非核家园。我们希望所有的农业跟农产都能够得到最好的发展。那今天大家都在这边继续的为这个台湾的非核的状况、台湾的废核以及台湾农业加油，我希望大家都能够继续的加油，为自己加油，好不好？谢谢。永续家园，坚持永续家园，拒绝危险核电，拒绝危险核电，我要安心种田，我要安心种田，拒绝危险核电，拒绝危险核电，我要安心吃饭，我要安心吃饭。好，我们这里既然是反核农场，可是我们有哪一些农产品呢？我们就邀请今天辛苦的三明治人上台来讲一下他的心声。上去真的坐不下了，两个人上去就好了。还有我们的玉米人，一起上来好了，来，你也要一起去吗？大家好，我是中原大学气管系的学生。我真的看到大家一起走出来，我真的很感动，而且有很多年轻人。台湾是不是要被核四？年轻人是不是要站出来？马总统快听到！我不知道讲什么。好，我是北科大学的张威宁，然后我今天站出来就是为了反核四。去年我有来这里当志工，然后我看到的只有一万个人，而今天我看到的是很多好几万个人。大家再愿意站出来反核四，我很感动，希望。核一到核四可以完全废除，核电归零。好，接下来是我们的稻草人，不是蓑衣人。蓑衣，我是蓑衣。大家好，我毕业来自于花莲的东华大学。我曾经在台湾最美丽、风景最好、好山好水的花莲读书。这个活动，我觉得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，因为我们都需要美好的土地继续创作。谢谢大家。接下来是我们的玉米人。大家好，我是玉米人。我是曾经读过辅仁大学的玉米人，今天是我第一次参加这种大型的反抗，不大反抗，反抗核的活动，非常有意义，谢谢大家。谢谢玉米人，然后我们先给隐藏版的凤梨人。
家好。要讲大学哦。可以。我是曾经念过成大跟台艺大，但是都没有念完的凤梨人。好，喊口号。啊，我是王来。我是王来。管制的时间已经到了。